青天有月来几时，我今停杯一问之。问天会有答案吗？我曾在诗中描绘宇宙之美，却未曾想过后人能亲身体验。你看，我们正在银河遨游。我为祖国感到骄傲。我宣布，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。我曾梦想着飞向天空，探索那未知的世界。梦想就像宇宙中的星辰，看似遥不可及，但只要你努力，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把诗写在竹简上，我们把诗写在宇宙中。每一次对太空的叩问，都是下一次探索的开始。